好，你喺咪活动诶，你唔知？轿车并排停在马路上，远景上前盘查，没想到车内竟飘出浓浓 K 烟味。车上男子看到远景都傻眼了，因为车上的 K 他命让他百口莫辩。玩弄啊！玩弄！哎，无迄物件上来，你嘛唔知？我真正唔知。啊，恁朋友咧食，你敢有看唔知？你喺放伫车顶，你唔知？我车顶，我着做这咧落，我着做不爱食粉诶。大喊冤枉，说自己真的不知道。25岁苏姓男子2号凌晨开着车，载着孙姓友人和另外两名朋友，到高雄一家咖啡店要买咖啡，因为车辆并排临停违规，引起警方注意。怎么了？没啊。没有我呀。拢你的哈？啊，这客户呢？没我呀。哦。拢你的，这水气难得打。同车的孙姓嫌犯买完咖啡，发现远景盘查，自知逃不了了，最后才坦承车上的 K 他命都是自己所有。带回派出所的时候，当事人就很无助的跟我们讲说，他们只是买个咖啡啊，没想到拿着咖啡啊到派出所来喝了。持有毒品的孙姓嫌犯最后被移送法办，其他三人则是验尿后撤回。原本一群好朋友相约出来喝咖啡聊是非，还计划要带家人出游，没想到因为车子违法漏了线，让盘查员警意外查到毒品，现在出游计划不只得暂停，还得要接受法律制裁。 TVBS 新闻徐志荣、蔡嘉恩高雄报道。